诸位法师，诸位同修，大家好。阿弥陀佛。今天是2017年3月4日，是张家大师逝世60周年纪念日。明天是韩馆长生息20周年的纪念日。澳洲净宗学院这2天呢，特别为此举办先师长善护追思纪念法会，意义殊胜深远。许多同修从世界各地赶来参加追思会，我们在此祝福追思法会圆满成就。古人常讲，乐其实者思其数，引起流者怀其缘。吃到树上的果实，就要想到结出果实的树木；喝到河中的水，就想到河水的源头。这是提醒我们，无论出家在家，决定要饮水思源，知恩报恩。任何人对我们有丝毫关怀、爱护、帮助，我们念念不忘，还要将自己修持的一切功德都回向给这些护持、帮助过我们的人。敬业三福是修学佛法的最高指导原则，第一福是三福的根本。第一句话是孝养父母，第二句话是奉事师长。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是一切祸患的根源。你就要受老天的惩罚。佛经里面说，善知识者是如父母，养育如等，菩提生故，生命得自于父母，慧命得自于老师，老师的恩德跟父母是平等的，怎么可以不敬老师？现在圣教推行，最大的麻烦就是学生不信老师。所以这么多年来，我讲经的道场现在是圣严宝，都把老师的照片挂在我的对面，每一次讲经的时候都是在向老师做报告。我学佛66年，佛法是方东美教授他老人家介绍给我的，如果不是他介绍，我是不会走入佛门来的。因为我从小总以为佛教是迷信，不愿意接触。方老师跟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，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，我是从这个地方入门，这才知道佛门经典是大学问。你看我这一生过的确实是他老人家所说的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
我感谢老师，要是没有老师指导，我怎么会有这么幸福，怎么会有这么快乐，可能很早就不在人间了。老师这条路指得正确，我们走对了。以后我认识张家大师，大师对我非常爱护，每一个星期给我2个小时，至少也是1个小时。他老人家教我读释迦谱、释迦方志，跟我讲，你想修佛，要先认识释迦牟尼佛，你才不会走入歧途。所以这也是特殊的因缘，好像一般老和尚戒烟出家都不是这样的教学方法，这样我们才真正认识释迦牟尼佛。看了之后，他不像是宗教家，而是因为教育家、多元文化的义务工作者，出家从事讲经这个工作。现在人讲这个行业，这是张家大师替我选择的，教导我完全是正确的方向目标。但是话说得容易，真正去落实就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，特别是在这个时代，明文利养、嫉妒障碍的情况愈加严重，怎么办？那就是张家大师第一天见面，我向他老人家请教，也是我得到利益最大的、影响我一生的。我说，我知道佛法无比的殊胜，有没有方法让我很快就能够契入？我这个问题提出，张家大师看着我看了半个小时，一句话都没说。他看着我，我看着他，在他家的小客厅半个小时，这个心完全定下来了。他老人家说了1个字：有。我们耳朵都竖起来，有。这个字下面他就不说话了，停了。应该有，10分钟，有这么长。告诉我6个字，看得破，放得下。这种教学法我没遇着过，没遇见过。我要把这个话说明白，告诉同学为什么？那就是方老师告诉我的。这66年前，我那个时候见方老师，目的是想到学校去旁听他的课程。我们见面，他告诉我，现在的学校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。
你要到学校去旁听，你会大失所望。啊，当时我听到这几句话，我觉得老师对我的祈求完全拒绝了，啊，心里很难过。啊，为什么？他说得很清楚，学校先生不像学生，学生不像学生，这是66年前说的话。我过了几个月，我才完全明了，我们这个时代，孝道没有了，师道没有了，老师肯教，不是不肯教，学生不肯学，不肯好好的学，所以，我向张家大师请教，问一个问题，他看了我半个钟头，什么原因？我们年轻，心浮气躁，这样的心态，老师是不会说话的，一定要等你整个人心定下来了，他才跟你说话。所以他看了我半个钟头，我也看他半个钟头，心定了，他才说。你看，说一个字“有”，这个“有”，我心又浮起来了，我念头又起来了，他又不说话了。啊，等了10分钟，才教给我“看得破”。放得下6个字，就这么简单的6个字，我差不多花了40分钟啊。那什么耐心呢？你有没有诚意啊？所以一定要顶你，看到你心浮气躁完全化解了，才肯跟你讲话啊。要不然他不说话，他就是看到你。让你修定下来，我看到他，啊，到以后我明白，每一次去恭恭敬敬，一句话不说，先整个定下来，他才会很喜欢跟你讲话。方老师也如是啊，方老师不让我到学校旁听，我没想到，他要我到在家里上课。啊，每个星期天到他家里，上午9点半到11点半，2个小时，学生我一个，老师也一个，我的课是在他家里上的。啊，什么原因？我很好学，我希望学，真学，不是搞开玩笑的。啊，所以。我的课程是家里学，跟张家大师也是在张家大师家里学的，学生只有我一个。啊，大师没有客人，至少给我2个小时，有客人1个小时，他要留1个小时给我，我一生感恩呐。啊，佛学的能入门，能够奠定基础。没有这2个人，我不知道世间有佛法，啊，也不知道佛法的殊胜。我要把这个状况告诉大家，让大家知道，啊，真正的老师是很喜欢教人的，就怕没有传人，啊，总希望能传给下一代，一代一代传下去。不要消失了，这是老师。做学生要认真尊师重道，认真学习，要把老师所教的都能够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，去遵守老师的规矩。那么我跟张家大师3年，
当时他叫我看破放下，我问他老人家从哪里下手，他告诉我从布施。我跟他，他老人家65岁，85岁圆寂，这3年当中奠定了学佛的基础。张家大师走了之后，朱金咒老居士介绍我认识李老师，中国人讲守规矩，讲求师承，一定要遵守老师的规矩。我当年到台中亲近李老师，那一年31岁，跟李老师见面，老师就跟我约法三章。第一条，你到我这里来，以我为师，那么从今天起，一切法师、居士、大德们，他们讲经说法，不准听。这是第一条。第二条，从今天起，你想看的书，无论是佛书是世间书籍，一定要经过老师同意，老师不同意不准看。这第二条。第三条，你过去跟方老师学的，跟张家大师学的，我一概不承认，通通作废，从今天起一切从头学起，你能接受你就留在这里好好的学习，不能接受啊，你就另请高明。我想了2-3分钟接受了，因为老师这些话乍听起来好像很跋扈，但是我知道李老师是真正善知识，朱金咒老居士给我介绍，周邦道老校长亲近李老师多年，周老师是我抗战期间念中学的时候校长，晚年拜李炳老做老师跟他学佛，有这些潜力在，这些都是我三平等尊敬的人，所以我知道李老师是善知识，周校长一生大爱天下，大公无私，是我们同学们公认的当代的圣人。我是出家剃度2年后才受戒，出家了1年，33岁，受戒的那一年35岁，那个时候受戒要交费，我那个时候刚出家，没人供养，交不起学费，所以没办法去受戒，老师劝我去受戒，他说你受戒的费用，我们校友会的同学支持你，校长带头，大家帮助，是这样子，到巴图去受戒。那么我在台中学经教的时候，李老师跟我讲过很多次，他说你将来讲经讲得不好还没关系，如果讲得很好你就走投无路了。这是老师对我的警告。韩馆长是我这个忠实听众，几乎讲经每堂课他都不缺，那么他了解这个环境，知道我的困难，带我到他家里去参观，
啊，我看来环境还相当幽静，是台北市这个教区很难的这个修学环境，我就把这个事情向李老师报告。啊，姚馆长、韩馆长跟我一起去见李老师，李老师同意。啊，所以我就在他家里住，没有想到一住了，住了17年，其余的时间，17年之后，我们有一个景美图书馆。景美华藏佛教视听图书馆，韩馆长担任馆长，请他担任，啊，他很能干，释法佛法都有基础，啊，那么照顾我30年，他临走，如果没有这个护持，那就是李老师所讲的走投无路。啊，我从老师那里学到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在韩馆长这个道场落实了。没有这30年烦恼习气，怎么能断得了？不容易啊！你们不如我，你遇不到韩馆长这么多的折磨你，说老实话，你也没有那个耐心能够忍受30年的折磨，这样你怎么会有成就？啊，你不能成就30年的磨练，让我在佛法修持上得其门而其入。我们有心在这一生当中的人生无法忘，更难得的遇到何老师的指导，遇到善知识的护持，老师跟护法少一个都不能成就。啊，在修学成就过程当中，护法比弘法还要重要，所以我常说，护法是人的菩萨，护法的人是佛陀，啊，弘法的菩萨，护法的是佛陀。这个护法要是不内行，随便感情习气，高兴我就做，不高兴就退行不做，这样佛法很难久住事情。所以这些年来我感触很深，弘护双方都必须深入经藏。你每天不读经，不亲近佛陀，你就亲近妖魔鬼怪。什么是妖魔鬼怪？胡思乱想就是妖魔鬼怪，是非人魔、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，这些都是妖魔鬼怪。无量劫来，我们的真心本性就被这些东西染污了，起心动念为我，轮回心学佛还是造轮回业，这个同学们不能不知道。我这一生给大家做很好的榜样，有张家大师、李老师、方老师、周老校长的表演，老师的榜样，有韩馆长表演护法的榜样，这就好像在演一台戏一样，演得很成功，演得很逼真，聪明人、觉性高的人看到了就知道应该怎么做法。张家大师告诉我，佛是门中有求必应，
只要我们把心念从四时之力回转为大公无私，业障就消除，消除业障你自然就生智慧，智慧才能解决一切问题，智慧才能真正达到有求必应的果德，才能得到佛菩萨真实的受用。我把这些贡献给大家，祝福大家也能够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，祝福诸位各个宗教和睦共处，为世界带来安定和平啊！因为宗教的传奇在今天比什么都重要啊！佛门要传奇，佛不传奇，佛会在佛教会在这个世界消失，宗教不团结，世界和谐永远不会实现。啊，要想世界和平，必须宗教团结。我在1998年、1999年，住在新加坡，将新加坡9个宗教团结成为一家人。啊，宗教非常的兴旺。啊，澳洲移民部长知道这桩事情，我们见过2次面，他希望我到澳洲来，帮助澳洲团结宗教、团结族群。我答应了他，所以我离开新加坡。移民到澳洲了，啊，他给我很多方便，跟我很多优待，很多的帮助，啊，所以到澳洲来也做得很成功，这个成功，今天我们才看到，啊，也就是我们在澳洲图文巴这个地方用了13年。宗教团结成一家人啊！最近这3年，每一个宗教的朋友见面都希望我们要把这个影响带给社会，带给全世界。所以这个3年，我们的市长在联合国做了3次报告啊，这2天我们邀请联合国的大使，每个国家驻联合国的大使，我们邀请了12位，啊，这2天就要到了，让他们来看看我们图文巴宗教团结、宗教和谐，啊，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种族、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信仰，在一起居住，也像一家人。像兄弟姐妹一样，他们会在联合各个给我们传播。我们希望全世界所有宗教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团结成一家人，啊，把这个世界，希望世界永远没有战争，啊，永远没有战争，永远安定和谐。这是我们真正的愿望。希望他们来参观考察，我们做好榜样给他们看，啊，给他们很好的印象，带回新加坡。谢谢大家。